我们可是小镇英雄，就不能直接入场吧？可别，可别的。安检是非常重要的流程，不能搞特殊对待。小气。先生，请等一下，洗手液不能带进去。啊，是吗？真抱歉。洗手液而已，小题大做。难道有人会带着炸弹看演唱会吗？哎，怎么改成书生了？安检器被搬走了吗？啊！喵，到我们啦！怎么回事？根据分析，应该是有菲菲的狂热粉丝混了进去。我都说了签个名就走，非要并不用炸弹。站住！几位保安大哥，你们连他身上的炸弹都没搜出来吗？我们也没想到他把炸弹藏在裤裆里。还是安检机靠谱。对了，安检机怎么会不见了？啊，难道区区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？果然是女梦博士，出动吧！不怕强敌，奇趣出击。嘿，青青。这次时空起点发生在1895年11月8日，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伦琴教授无意中发现了伦琴射线，也就是 X 光。根据记录， X 光主要应用在医学诊断，因为 X 光的特性可以让我们透视身体内部，医生可以更清晰了解情况。这样岂不是什么东西都藏不住了？没错，所以各种安检设备都是利用 X 光检查，违禁物品绝对无所遁形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发明。那一定要保护好 X 光，出发吧！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，电压稳定，好，继续。啊？再试试其他的，看来音乐盒也能看见，书也可以。铅笔，不行，铅这种重金属会把射线阻挡，太重要了，要赶紧记下来。这可是不得了的发现，一定要把资料存好。它跟其他射线的特性完全不一样，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好呢？就叫它不一样射线吧。不一样射线，有点拗口，算了，先叫做 X 光吧。好的。X 光听起来也挺不错的。你等等，你是谁啊？把资料还给我。白人，请你柠檬头盔。还我资料？你想干嘛？弟弟，不还不还，生怕我也拿走喽。别跑！追不到，溜了溜了，逆转光枪，万能步。谢谢你们拿回来。讨厌，玩东西不要脸。哼，你
你偷人家资料更不要脸。闭嘴，柠檬三爽喷嚏。快反过来，快，伦琴先生您先躲起来吧。好的好的。柠檬中能，大家小心，蒙查查一定有什么。天下喵围墙，逆转光枪。今天萌查查的战斗力有点渣，喵哈哈，就叫萌渣渣吧。检测到异常能量反应。异常能量？难不成那个家伙是在？好，结束战斗。是结束了，不过，我的充能结束了。是的，闪电猫，狗鼻灯，本喵的造型才没有那么奇怪。那是被 X 光照射后形成的图像。哦，怪不得是骨头的样子。嘿嘿，看好了，我击！闪电猫，你没事吧？踢了本喵一下。根据分析。萌查查可以通过 X 光影像控制闪电猫。叮咚，答对了，给你们奖品。穿透很多物质，普通的石像根本挡不住。好啰嗦，你们话太多了。不好，伦琴先生快跑。又来。嘟嘟，换柠檬。你可不能再被控制了。嗯，伦琴教授， X 光的穿透力这么强，有办法抵挡吗？这个嘛，书也可以，
铅笔，不行，铅这种重金属会把射线阻挡。用铅笔。好机会，快砸了他的灯泡！收到。哎，我用力，停！真的到了，怎么办？这，能动了！通天拳套！哎，不行了！哎呀，火线拳！欢迎王娜，打赢了吧？嘿嘿，奇趣特工任务成功！啊，好热。可比。艾尔，难道你就忍心看着嘟嘟变成烤鱿鱼吗？节约用电，从你我做起。现在温度35.824，36度才能开空调。抱歉，道理我都懂，可真的太热了。久等了，奇趣智囊为您服务。你们知道金木水火土谁最高吗？是火，因为火腿长。这笑话也太冷了吧。对啊，就是冷笑话。不对，我们不是要冷笑话，而是要凉凉的空调。空调？那是什么？难道奇趣特工队时空起点出现了？果然是柠檬博士，出动吧。不怕强敌，奇趣出击。嘿、hey, 我还有个超级冷的笑话，你们要听吗？不用了，再见。各位，这次时空艾尔，其他人呢？ No 好凉，好舒服。我的好空调，大热天没了你，本苗还怎么活呀？那你们还在这磨蹭。艾尔，收到。再让我们吹火。青，听着，这次关键时刻在1902年，美国纽约年仅25岁的工程师威利斯发明出世界第一台空调。这和现在的空调怎么不一样啊？根据资料，空调最早是给工厂的机械降温，一直到20年后，威利斯才设计出家用空调。不可原谅，敢对我们夏天的大恩人下手。一定要保护好空调，夺回我们的冰爽夏天，出发吧！时间飞船，奇趣变形，威利斯先生就是在这儿发明空调。好，开始找人吧。闪电猫，别偷懒了。别急，本苗已经悟了，我们不用找。根据以往的剧情，每到这时候，放开我。瞧，麻烦自然就会找上门。快去帮忙了。
把他丢出去。别这样，我说了是逆向思维。闭嘴，一二丢。逆转光枪。威利斯先生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们是？我们是奇趣特工队，是来帮忙的。什么跟什么？别动喵！凶神恶煞，本喵弹飞你们！等等，他们是印刷厂的工人，威利斯接受他们的委托，才会发明空调。发明创想难免失败，两位大哥多多包容嘛。失败我们可以理解，可那威利斯就是在这故意捣乱。我可以解释，根据我的逆向。别再说什么逆向思维了。逆向思维。你们自个儿看吧。这里头也太热了吧。冒烟了。懂了吧，他就是故意捣乱的。对，不能让机械降温就算了，可他居然还造了个怪机器，把热气都灌进工厂里。现在热成那样，我们还怎么工作啊？都说了这是逆向思维，还在那逆向，赶紧把他丢出去。冷静冷静，我相信威利斯先生这么做一定是有原因的。对喵，我说威利小哥别卖关子了，老实解释吧。好。其实我反复验证过，长时间运转的工厂机械绝不可能降温，所以我们就需要把问题反过来思考。反过来？没错，既然机械本身无法降温，那我们可以换个思路，反过来让整个环境变冷，这样就能中和机械的温度。说得好听，可你弄出的不是热气吗？哪里冷了？我懂了，逆向思维。对。我先用最简单的蒸汽机原理做试验，既然有办法提高环境温度，那么反过来只要控制好水分和湿度，那一定也能将温度降下来。虽然听不懂，不过感觉超厉害的。这你真不是故意捣乱？当然，我这就把设置全都反过来调整，温度马上就会降下来。根据分析，温度开始下降，工厂一会儿就凉快了。威利斯，对不起，我们错了，可你这么有想法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我不是一直在说吗，逆向思维。你这说的也太抽象了吧。喂，你说这谁懂啊？抱歉。总之我的发明成功了。空调，通天火箭拳，火器，白人，风动冷气。嘿嘿，打不中，快跑，锁定目标。糟了，威利斯先生。看上看上，白电重锤，我跳。艾尔大整。大意了，没有闪。嘿，加倍，动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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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冰也太硬
吧。凯奇，你还是先对付坏柠檬。啊，切！不不，来呀，小白鸡！哼，我跟你拼了！冷静！啊！啊好厉害呀，凯奇，一定很有办法的，别忘了逆向思维。逆向思维。对了，既然萌查查想要冻住我，那我干脆就被冻住好了。可别的，连你也被冻住，我们怎么办？飞鹰战车出动！飞鹰战车急去变形。马力全开，冲呀！我变冰棍。好，就是现在！通天火箭拳，齐聚爆发，连环发射！看我用你的冰棍对付你！这就是，嘿，逆向思维。加入制冷剂，随着沸腾，它就能带走室内大量的热量。好了，好凉，好舒服啊！好，我决定这发明就叫空调。哎，你怎么突然想到用这名字啊？与其一个人思考，不如接受大家的意见，这就叫逆向思维。极趣特工，任务成功。开心就好，喵喵喵，够了够了，看看凯奇有什么。嘟嘟，这有个时间囊，我们想送给你，打开看看吧。嘟嘟，收到求救信号。嘟嘟烫烂了，没了喵。根据分析，地点在奇趣广场。我们出动吧。博士，那我们呢？急什么？我们边吃边等。勇敢的凯奇，坚强不向苦难低头。变身装置，瞬间闪动。启动，凯奇变身。露出萌萌的触手。超能力了天斗，夜猫变身，爱儿就是力大无穷，到金针鱼到危机，不许动，精装待发，勇往直前，爱儿变身，永远现在不痛不痛，不畏前方是怎样狂风，吸引我一起走，大冒险。出现在这里呀、啊！有谁啊？兔兔，哎呀，你总算来了！不必等了，再玩一玩，这地球可就完了！啊啊啊！不，救命啊！大家小心，
前方高温反应。救命啊！女孩这造型怎么有点眼熟？咕嘟嘟，爸爸！嘟嘟，哎呀，小宝贝，爸爸可想你了。麻烦解释一下，那是嘟嘟老爸危险公爵，听着，他可是宇宙最可怕的生物，千万别惹他。切，原来是自己人。嘿，嘟嘟爸爸，来地球不用这么大阵仗吧？喵！小地猫，咕比嘟，咕嘟，咕比，咕嘟，咕嘟，咕比嘟，咕比嘟。乖乖，别闹。爸爸带你回家呢，你要带嘟嘟回去？不然呢？要不是你们，我家宝贝会困在这偏远的星球吗？还当什么特工队？简直是瞎胡闹！咕比咕比嘟，这都是为了你好，这不讲理。对呀，你就不问问嘟嘟愿不愿意吗？嘘，我是他爸，我说了算。那我还是他的队友呢，逛街追踪。把嘟嘟还来！再见！闪电猫，龙卷扶手，发射！太极小心！到此为止吧，你们就别浪费时间了。嘟嘟。没这必要，反正你们不会再见了。嘟嘟，好了，嘟嘟能回家，我们应该高兴啊。凯奇，凯奇，这个要丢掉吧？时间囊，我们要把它送给嘟嘟。可是你们愿意就这么和嘟嘟分开吗？我才不要呢！对，就算是要说再见，我们也应该笑着跟嘟嘟说，然后再送上礼物。不怕强敌，奇趣出击。对，这才是奇趣特工队嘛！我都准备好了，赶紧来吧，不然要追不上了。等等，怎么了喵？既然要大决战，帮手当然越多越好。好，开始充能。不会吧，这还怎么飞呀？不是，还有手动充能呢，就算手动也来不及呀。看我的吧，我还有帮手哦，班主先生。好厉害，能量马上就要满了，好，出发。闪电猫，别忘了你自己说的。我就去马戏团表演一次吧。知道啦。呀呼，别紧张，主角总是最后登场。看我的火箭靴。
慢慢说，可别说什么讨厌爸爸呀。啊，嘟嘟，嘟嘟，咕比嘟，嘟嘟，你干什么？咕比嘟，咕比咕嘟，和他们一起。嘟嘟，你怎么还不懂？他们只是想利用你的超能力。咕比嘟，咕比，他们是你的好朋友、好伙伴，哼，怎么可能？这个是原来如此，这就是奇趣特工队吗？嘟嘟，可比，是我错了，小宝贝，我感受到了，只有和真正的朋友在一起，你才会有这么灿烂的笑容。嘟嘟，想留就留下吧，要是想家了，就随时叫我吧，你们也一起回去吧。难道是时光倒流？嘟嘟爸爸也太厉害了吧！咕比嘟，咕比嘟，你能回来，我们也很开心。也对，管他呢，反正嘟嘟能回来就好了。奇趣特工，任务成功。